这一万年都没有喜欢的人啊？在遇见你之前，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喜欢。这就是万年单身。嗯，楚燕，你看他俩是一对儿。这么巧啊！嗯，快打开信，看看写了什么。我多想遇见你，可山南水北，你我之间，人海如潮。今生来世，来世今生，谁能聚首再相逢？明白了。男子和女子五年前是一对情侣，男子是外地人，女子家人又不许他远嫁，男子就想搬来岳阳城。可是他也是家里的独子，他母亲认为待在岳阳城就是入赘。一对有情人就因为长辈的反对而分开了，男子临走之前把如意的另一半给了女子。这感情明明是两个人的事，长辈还要多管闲事，哎，真是糊涂。还是嗯嗯啊，谁骂我？两个人各自结婚以后，生活都不幸福，而且都已经和离了。男子是经商路过，几日后便要离开。哎，可是他不知道女子也已经和离了。不行，我要把他们俩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你觉得他们会来？当然了，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第一个喜欢又没有得到而成为遗憾的人。真庆幸你第一个喜欢的人是我。那你第一个喜欢的是人还是神仙呀？当然是你了。你活了一万年，这一万年都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我在天上总是独来独往，在遇见你之前，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喜欢。嗯，这就是万年单身。